这是桂花青乌龙。Visa 扫 QR code 产品糖分量，甚至是加不加鲜奶，一台自动调七秒就完成。店员只要搅拌，再用均值机搅打，放冰块，最后封膜，完成一杯饮料大约20到30秒出餐。新开的手摇饮店用全新的智能茶饮机，快速又省人力。好，欢迎喝茶，第一次来吗？对。好，那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三英十五摸。手摇饮店装潢更精致，还有多出员工到外场导览介绍茶饮，甚至服务试喝。创新品牌主打智能茶饮，第一家就开在东区，要抢年轻客。从萃茶到制作茶饮的话，都是机器帮我们制作。对，那我们人可以省掉人力以外，还可以确保我们每一间分店的品质，你不会到其他分店然后有不一样的味道。一杯当代双 Q 无糖少冰。18年的饮料店品牌也跟上 AI 潮流，引进智能吧台2个多月，店员先把配料装入杯子，感应标签放入吧台，茶汤果酱还有糖浆就会依序出来。店员工作缩减，只要补茶补料，用智能吧台辅助工作。它这旁边是可以看我们里面料仓还有剩多少料。主打黑糖珍珠的连锁手摇饮也有门市已经用智能吧台，下方的料仓就是冰箱，茶汤鲜奶在里头保存，也比过去保鲜度更好。珍珠单全台75间已经有2间启用，平均一间店一个月能省1.5位员工。新品牌 UG 目前只有一间店，将再拓展2间，一个月最多省2位员工，大约能省10万元。而 T-Top 全台170间有1间启用，平日时段店员一般可以省1到2人，等于年省80万成本。手摇饮店拼潮流对抗圈工也有新解方。TVBS 新闻中有人曹哲远台北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